后面波特迄好加再有藤架无拔起来，有会去扫掉呢，扫掉过光。啊，只会担心台风吗？当然会啊，不过这次看起来会带雨来啦。嗯，因为黄凯准备的话，我都做的差不多了。嗯，这个剪枝剪好，我们都有慢慢的再绑好，把它固定起来。你有固定，就不是说影响比较小，都影响都蛮大的啦。嗯，啊，就是看看你怎么去把它做这样。游戏啊，三四年不晓得种得起来种不起来的问题。